看尽所有时光是我的命运。伊特努斯，你接受了我们的邀请，我深感荣幸。深感荣幸，接受了我们的邀请，还真是正事，但我也不太意外就是了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彼此看待时间线的方式不同，但我希望能见面谈谈和平共处的方式。和平？诺兹多姆，你根本不懂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，不懂我们接受和平。那就请你指导我，我想要修补我们之间的鸿沟。伊特努斯，告诉我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我的理由？我的理由就是莫莱多米。莫莱多米是我的姐姐，她死在黑龙军团手里，我想要拯救她，但却被拒绝了。由于一些不太明显的因素，时间中的部分特定时刻必须维持原样。那个时刻在我心里反复了无数次，但没有任何因素，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他离我远去的原因。时间之沙看似充足，那让我看看吧，伊特努斯。好吧，如果还有机会拯救我的姐姐，那你就必须承认恒隆的观点是正确的。悲伤会让我们受苦，有时还让我们盲目，但假如那样值得的话，我希望它是对的。真正的时间线只有一条。无论什么问题，都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法。放开心胸，接纳即将到来的事物。我们的道路终于交汇了。一次见面吗？还是最后一次？改变是件好事，对万物抱持怀疑。
时间有如流沙，而不是石头。记住，有些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改变是件好事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愿你的机会永恒无穷。无论什么问题，都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法。对万物抱持怀疑，姐姐，对不起。那些孩子，要保护好他们。孩子？真相往往和表面不太一样。小家伙，出来吧。你安全了。是新生的幼龙，在迎战维西米亚的期间诞生。莫莱多米知道，如果不使他分心，维西米亚会杀死幼龙，然后摧毁龙蛋。他死了，我的姐姐选择死亡，为了守护未来。他已经走了，去吧，去找帮手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我们离开这里吧。我们的道路终于交汇了。重要的是现在这一刻，找时间再说吧。现在要说再见还是你好啊？
我搞不清楚了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哦，天哪，我为伊特努斯感到遗憾，希望他最终能得到平静。我看见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，诺兹多姆，你要告诉我你才是正确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错了。莫莱多米的死是一场悲剧，那根本不应该发生。我没有看见全部的真相。我的姐姐选择了她的命运。身为这条时间线的管理者，我必须要时时考虑最大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意志。不过，伊特努斯，你提醒了我要保持怜悯。某些事件值得被改变，因为我们的内心希望如此。这一点，我认同恒隆的想法。你从来就不想成为姆多兹诺，我想要我的守护巨龙，但我也必须记得保有怜悯。而怜悯要我跟随你，就像你一样，我会帮助你，但说服其他恒隆我需要一些时间。伊特努斯，那是我们最不缺的东西。